雅琪，活着，那就跟我来。雅琪，你怎么了？你们最好分开走，那就开车。刘新杰让阿九开车载着重伤的段太太沿大路走了，他们刚离开就有敌人的汽车呼啸着追了上去，而摩托车目标较小，如果阿九能够引开大部分敌人，水手就能从另一条路脱险。刘新杰很清楚这两条路，一死一生。记住我的留言。受伤了，送医院。来人！
谁？是我，处长。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？李处长，出大事了！刚才在和平码头发生交火。谁和谁打起来了？听说是劫杀水手，刘处长带队。给你打辆车送你回去。
今天早晨发现了这辆摩托车，从这个方向还跑出去一点。局长，昨天天太黑了，人手不够，是我的人赶到以后才封锁的这个方向。这辆车肯定是之前跑掉了。查查这辆车。查过了，是一辆没登记的黑车。局长，你看，这个就是主要目标的车。那天他们从大门口开到了这个泊位，送走人以后，往回开的时候，在这儿遭到了拦截。泊位上停的是什么船？有5艘货轮，国际不同，凌晨之前都开走了。能不能跟这些船联系上？正在联系，但是要通过各国的领事馆，手续比较繁琐。先说车吧，车上几个人？车上应该是2个人，已经取到了清晰的指纹，正在辨认当中。2个人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是司机，一个是保镖，护送大人物上了船，回头的时候被拦住。最先拦截他们的是谁？您预先派来的2个兄弟，接到您的电话以后，他们从值班室跑出来关门，关上门以后在这儿遭遇，一个被打死在这儿，另外一个兄弟死在了这儿。这个时候，周汉廷从外面赶了过来，想打开大门放这辆车出去。这时，咱们第一批增援小组赶到。从后面打死了周汉廷，周汉廷死在了这儿，这辆车也被拦在这儿。刘新杰什么时候赶到的？打得最激烈的时候。他伤得怎么样？他胳膊受了点轻伤。现场有几个共产党？自杀的2个，骑摩托车跑的1个，加上周汉廷4个。都是些什么人？现在唯一能确认身份的只有一个周汉平。哦，自杀的2个人当中，其中一个是女的。女的？看，在现场，我们发现了这个口红。1个、2个、3个。不对，应该是5个。5个。还有一个上船走了。对外对谁都不许公开。局长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封锁得住吗？尽量封锁吧。你的调查要快，我希望你一个人干，单独向我汇报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是。关于周汉平，我做了一些安排。他昨天晚上打电话那些下线，我一个都没抓。酒吧间让他照常营业，因为那些下线都不知道他死了。要搞清楚他复出之后的活动动向，特别是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信息要具体。啊，我总觉得那个交通站还有线索可以挖。另外，搞清楚祭祀是什么地方，争取把他的网络全部干掉。明白了。那2个烧焦的尸体，还要辨认出他们的身份。哎，局长。您觉得水手会不会就在其中啊？你没发烧吧？有这种好事吗？你别忘了，昨天晚上还有2个人逃走了。我觉得水手在这2个人中间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这一男一女看来跟水手的关系不一般啊。甚至比周汉廷还近，比军师关系还近的人会是谁呢？
他的家人。所以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，啊，尽量的吧，啊，搜集现场的证物、汽车、武器等等等等，查清楚这两个人的身份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昨天晚上活着逃出去的那两个人。你这样吧，你查一下昨天晚上启航的船只，看看哪艘船上多了个乘客。我想啊，他们不会乘人而上船的。那就了解一下船的航向、目的港、半路拦截。如果是外籍船无法拦截的话，那就监视一切监听港口，搞清楚那个旅客是谁。明白。哦，局长，那个骑摩托车逃走的人，我找了一个跟踪高手专门对付他。那个人有伤，附近的医院诊所我已经安排人查了。贝林啊，我总感觉这件事情跟庄英清有关联。这事跟庄英清能有什么关联呢？啊，庄英清的死跟其他的事件在时间上是有一定衔接的，可庄英清是突然病发自然死亡啊，这种衔接构不成因果关系。根据李伯涵的调查报告，庄云清是被毒死的。确认。在他死之前喝的茶里发现了氯化钾，这种药直接诱发了他的心脏病。啊，是这样。安德局长，这个结论您准备公开吗？不能公开。在与庄云清的关系中，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不能公开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嗯，哎呀，让死者安息吧。哎，葬礼在哪天啊？明天。刘新杰在哪儿？我在医院呢。医生说啊，他伤不重，就是需要休息。警戒措施怎么样？最高级别警戒。哦，大虎昨天晚上自告奋勇给他当保镖去了。谁？大婆。大虎给他当保镖？啊，太不靠谱了吧。这个刘新杰谱也太大了吧。啊，行了，警戒措施可以放松一点了，毕竟主要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是你要转告他随时准备接受询问。新杰，吃早餐了。来来来，喝杯奶。给我点烟抽。哎呦，有有。来，新杰，对不住。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昨天晚上，大夫看了你的旧伤，说那个缝合线呀，不可能是自己处理的。这几天，你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头。新杰，我相信你。我跟你说，我想，我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。必要的时候，我去帮你解释。你帮我解释。旁观者清啊，明白吗？哎，吃点早餐吧。你吃吧。我不是，局长让我减肥。哎Thank you.
局长要过来看你。什么时候？马上就到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老七商量好了，就说行动前我们仨在你们家打牌，你自己别说漏了啊。玩的什么？德克萨斯啊。谁赢了？那还是你赢了。你这家伙命挺大呀。局长，你不光命大，你谱也大呀。大谱大谱亲自在这给你当保镖，你谱真不小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我找你有事儿。是。你能不能再减减你那个肚子啊？好好。伤怎么样了？小伤，我也是。好。新杰啊，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想跟你聊聊。进来。秦处长来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来，坐。这里面东西你都看懂了吗？懂一点，但是连不成了完整的意思。凡是能看明白的我都做了注解。刘盘催你了吧？他催问我好几次，我说毫无头绪。说得好。哎，如果他再催你的话，你告诉他破解不了啊。那这东西我留下了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齐处长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拿着拿着。谢齐处长。哎，有了丁三的笔记，齐佩林觉得自己在信息上的落后局面终于结束。要认清一个人，就要掌握他的所作所为。齐佩林最感兴趣的就是李伯涵的一切行动。李伯涵的确精明，善于掩盖，但是齐佩林相信，再牢固的盔甲上也会有缝隙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人都是懵的，可能说不大清楚。没关系，你就说说你能记得起来的吧。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。谁跟谁打起来了？看不清。谁跟谁都分不清楚了？我能看清院里有辆车，应该是他们的。外面围攻的人肯定是咱们的了。什么车？那看不清楚。那周汉庭在你前边到的吗？周汉庭我是跟丢了，我是听着枪声过去的，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打成一锅粥了。那你到了以后都做了些什么？冲不进去，手边上没有长枪，我在院外边冲里边开枪。这小子真是个滑头啊。啊，不过你这么做是对的，这事要换了我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冲出来的时候几个人你没看清楚吗？那个时候后备箱拿了长枪，应该是受了伤，但是我知道有辆车冲出去了。秦杰啊，准确的说，他们突围的呢是一辆轿车，一辆摩托车，应该是三个人。好像听见摩托车声。哦，听见摩托车声了。那会儿你耳朵不聋了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就好像听见了。哎，对了，现场有多少个敌人啊？看不清楚，有周汉庭，他死在门边上。你当时就把他认出来了？没有没有，那儿的火力最猛，我一直朝那儿开枪。等老七来了以后，车灯一照，我看见他死在那儿，但我不清楚是不是我把他打死的。现场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呢？咱们的人。敌人？除了周汉庭以外的敌人？更看不清了，真的看不清楚，黑极了。是，天黑确实看不清啊。哎，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？一两分钟吧，我自己这么感觉会更长。准确的说是五六分钟。哎呀，哎，郭老师没过来看看你啊？没有。哎，他叫顾什么来着？我老忘了。顾一家。
你看这时候不顾家了吧？啊，还是你嫂子好。行了，老实养病了啊。哎，你小子幸亏是左手受伤，你要是右手受伤怎么办？你这样啊，走了。抱歉啊，我昨天没有参与你的大行动。昨天晚上我们是到处找你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是去办了一些私事，耽搁了。什么私事这么重要？啊，风流去了吧？不是，是别的事情。哼，你要是风流去了，我们可以理解你。你要是因为别的事情而耽误了这么大的行动，那可就是你的不应该了。我昨天啊，是真想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。事先呢，我也给局长请了假，我还向局长提出了自动停职。自动停职？对。我向他提交了辞呈，他说考虑之后答复我。我想在他答复之前，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，以免泄露机密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。李处长干得好好的。怎么忽然间想起辞职了？我就是想换个工作，换个环境，没有什么别的理由。干咱们这行的，说想换个工作，可是最特别的理由。局长是不会同意你辞职的。为什么？说心里话，几个处长里你的能力是最强，哎，我这绝不公允。而且现在局里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正是用人之急，局长怎么会同意你辞职？这个看法我恰恰相反。最近局里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而且尘埃落定了。至于说我的能力吧，哼，我觉得我最拿手的工作已经完成，局长已经不需要。我明白了，李处长这是想功成身退，这我理解。但是说尘埃落定吧，还未必。你指的是什么？表面上看啊，木马摩西两大行动都成功了，这个水手也许死了或者逃了，可实际上。如果局里的这个卧底不清除掉的话，一切的成功都只是个泡影。不是，这个卧底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？你不是不认同我的结论吗？对，我是不认同你。说实话，我最怀疑的就是刘处长。哦。但是，纵观这段时间局里发生的事情和刘处长的表现，我没法再坚持我的怀疑。当然，也有局里的人怀疑我，可这已经过去了。事实证明，这一切都错了。哎，不一定啊。什么？不一定，我们都错了。
什么意思啊？打球。这里面写的是什么？说实话，我就会让你活下去。杀我！你该杀。被你杀死的那几个兄弟，你怎么解释？李伯恒派他们来杀我，我如果不把他们干掉，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。我知道，杀了自己人，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所以我来求您。丁泽，是李伯恒不给你机会，你找我没用。他答应过我蒋公折罪的。我没想到他这么不讲情面。你跟李伯涵讲情面，那说明你蠢。李伯涵当初为什么用你？啊？就因为你是个死人。死人最能保守秘密，死人最不怕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李伯涵从一开始用你，就没打算让你活。现在明白了。刘处长不是能保住你这条命吗？你怎么不去找他呀？刘处长已经自身难保了，我就不能再给他添麻烦。刘处长自身难保，你懂个屁呀！您的意思我明白。您认为，凭着刘处长的人缘和他跟局长的关系，没人敢动他，对吧？这个我懂。你什么意思？季处长，您说的对，死人最能保守秘密。有些事儿我知道，但您未必知道。但我相信，您会感兴趣。你是想拿这个保住你的命是吗？这是我的监视记录，留下来保命用的。监视谁？刘新杰，他的未婚妻顾叶佳，还有他的好朋友段海平。还有李伯涵。整理出来，越快越好。丁三儿，想戴罪立功是吗？我给你个机会，跟我走。11点半到12点之间吧，也就是说离现在有12个小时。嗯。啊，按照血迹来讲，他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跑。他血流的不多，伤的不重。他走得很快，步伐很大，但是很稳，一点都不慌。但无论怎样，他必须停下来，必须找个地方。
治疗休息，恢复体力。最快要一早再爬起来继续上路。所以实际上咱们只比他落后6个小时。瞧瞧，别让我失望。您放心，今晚向你汇报。嗯。丢弃摩托车的地点在这儿，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休息过一次，然后就进入了这一片区域。昨天晚上有人破窗进入了一个小药店，偷走了盘尼西林、麻醉剂、酒精、盐水，还有针管、镊子和手术刀。根据丢失的物品判断，这个人一定是他。失窃时间有没有目击证人？时间大约在深夜1点钟左右。虽然隔壁人家听到了动静，但是这一带治安不太好，所以那个时间没有人敢出来查看。这个小药店离丢弃摩托车的地方有多远？大约有5公里。5公里，走得不慢啊。之后他走得更快，因为他偷了一辆自行车。向南是码头方向，他不可能返回。这一片是山地，自行车没有用。这是一片外国人的洋房，这是渔场，太显眼，没有什么藏身的好地点，所以他最有可能的落脚点应该是在这儿，还有这儿。这里是他最有可能的落脚点，我已经监视了周围的2片居民区，如果他有活动的话，一定会被发现。他如果真的藏在那儿，他一定会尽量的侦查起居，他怕引起别人的怀疑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周围的居民有没有听见什么呀？他骑着自行车山岗蔓延进出，应该有人注意的。这一带出租屋比较多，我已经把房东、二房东都叫来了，正在盘问当中。